看一下我们的 CEO， 啊，还有我们的秦，打车，朋友们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公司在哪儿？哇，来吧，各位老师，我们的新公司到了。哎呀，你这可不要来上班了。哎呀，哥哥，讲两句，哥哥。喝大多行，哎，真不错呀，这玩意钓鱼呢？应该能吧？咱是来干啥的？来钓鱼了？在武林集体官宣录制，臀欠不能停，是谁的快乐要活下来？我不输。天啊，我转了一个圈圈圈圈，从起点回到了终点。咖啡店等了一整夜，你还是没有出现。就在昨天还悄然泪下，等到的只是冷却的流言。都给我来预约团建不能停看岳武林花式整活。汪苏泷关于岳武林团建不能停的采访离不开一个累字，并透露节目中主打一个搞笑至上。很开心，但是也很累。对不起团粉们，我就对不起我们团粉们。因为我们其实24小时录制嘛，但是我们会晚上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会就是明明已经下班了，大家可以收工了，但我们四个还是要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看电影，所以感情是非常好，但确实非常累。但为了广大六迷们跟为了那个弟弟妹们，再累值得。会比桃花坞更累一些，因为桃花坞有更多的人，然后并且桃花坞会有很多治愈的项目，团建不能停完全不治愈，就是纯搞笑。虽累但很快乐，可能这就是六五零的魅力吧。更让人期待六五零团建不能停节目的播出啦。桃花坞的友情真的很让人羡慕，沈月李佳琦刚参加完乌苏龙演唱会，这次就又在六五零团建不能停碰面了。鲜花不管大爷和大妈，男女老少把抖音刷。沈月是今天的 DJ， 大家听到了今天沈月 DJ 的表现了吗？沈月王星乐团建不能停最新路透来了，这熟悉的氛围直接让我梦回桃花坞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不怕曾与你相遇。哦哦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恋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六五零，对，是六五零。哥哥自从拥有了三个弟弟妹妹后，过年过节有没有给弟弟妹妹们发大红包？哎，下一个问题。以后吧，合计合计。你别说过年发红包，端午节都没给买粽子。下一个，哥哥正在进行十万福特巡回演唱会，一票难求，会邀请弟弟妹妹们去看吗？当然了，他们如果有空的话，但是弟弟妹妹事业发展都太好了，全都太忙了。嗯。不能去看吗？去摇一摇。我肯定都会邀请，我肯定都会邀请，但是就看他们有没有空。智胜的问题，孙杨忘记拉徐智胜成为第一期的名场面，想问智胜怎么看？我主要想听听他们三个怎么看。那还能，我还能接受。没事，你往后看看你就习惯了，老不拉。老不，你再往后看你就从来没拉过他。完了那天写名也是没写。高兴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心里一直都有你。心里有你的时候就老是想着怎么可能把你忘了。对，灯下黑了，你搜搜心理学都有这效应，灯下黑效应。我也是这么安慰的自己倒是，但我觉得就大家还是很喜欢我的。真的吗？是吗？这三个字儿好好用啊！是由徐志胜参演的《庆余年二》，大家有看吗？求评价一下演技。这个你自己评价的呀？这个挺考验他们仨的演技的。哥哥，我就是还没看，但是相信会不错的，而且更期待狗灵风的那一部剧，叫做《侠客行不通》。侠客行不通。网友的辣评，岳武林停播后，山东人徐志胜不辞编制，志胜会因此 emo 吗？不会不会，我很快找到了新的岗位。在新的岗位上也做的是非常优秀，甚至做到了中层领导，平步青云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六五零可能之前有点耽误我了，升了。网友们很好奇，冠蛋四君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这冠蛋四君子，现在还好意思说是冠蛋四君子？因为我们名声在外，所以节目组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冠军大赛，然后给我们四位女
站上，大家期待。而且给大家预告一下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，是有名次的，有名次。但具体是一二三名，大家到时候看看播出吧。除了我们四君子之外，其他的两位没有任何名次。这个确实是真话，没来。没有没有这种分别。还对应这个了？我们不对应，我们对应菜。我们就是菜。那谁的才气团体最好呢？因为我昨天是与四君子中的三君子交了手，汪苏泷、徐志胜以及王文君，所以在我看来，最好的应该是王鹤棣。王鹤棣，你也一样，他就是没来。为什么我们四个能凑一起啊？那有一个会打的都凑不成。小大这期的状态感觉非常好，有什么心态上的调整吗？心态上就是说，与其内耗，不如发疯。哎呦我的妈！让别人内耗，外耗了，外耗，让你耗得是。他主要发疯就是跳舞，他没别的事儿，就纯跳，就纯跳，享受音乐，而且就那几张，让你们弄了吧。这玩意儿果然不能露太多了。我你有的太少了，这玩意儿只要露就看透了。网友对小娜发出了同等级的放低和沈月跳绳的尖叫声。完，你想要这种级，我都没排上台。不在选择里头了，居然没有一个650的。我也想说，这个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告诉你们答案，悄悄的。看到沈晴出了一首关于毕业的新歌，中间有写不少的词，所谓是为什么到我这是这种问题啊？问他们怎么都是头，问我怎么是这种问题啊？问你看那个患难四君子同时掉水里，你选择这个人，我选择跟谁？我选择那个，我想想啊，我选择梦姐。哎呦我天，梦姐一组吧。那这样，你救了梦姐，我救沈月。那我们可以其他人再给你再提一下问题。总共我就这一个问题。啊，我现在我太难了，我怎么到他这都是这种、啊？但前这个问题我真的想知道，我也一直想知道中肯的答案。我和哥哥谁的掼蛋水平更高？哇哇哇！好难评啊。都不咋地呢，你看看啊，你谁的更差？谁的更差、啊？这个好评，这个好评，也不好评。你俩不分，就是说这个竞争挺激烈。你俩这个，就感觉就他就不会打，他就不配玩掼蛋。那没有，我觉着各有千秋。我说实话，你俩各有千秋，差的各有千秋，差的各有千秋。这个还不如那刚刚那个问题哥那个问题，问哥那问题，问哥那个问题吧。他俩的问题更难回答。我俩也不想听了，我俩去打听。其实你也有写不少的词，有为自己创作一首歌的打算吗？啊，那没有，还下一个问题吧。这五人的三位掉进水里，你先是谁？先编的吧，先编的。掉水里，我会。我可不会游泳。我也不会。哥会吗？我可怕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都不敢走水边，我水过敏。我三秒掉水里我就不行了。走吧，水里。你愿意说两句。桃花坞和毛血旺应该是水情动情分最强的两个节目，这两个节目在其中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意义吗？问我咋都上这么大价值啊？桃花坞和毛血旺同时掉水里。你先录哪个？他俩都掉水里。录650台州吧，要不？好难呀、啊，毛血旺是每周都录，桃花坞一年都录。然后呢，毛血旺的这个嘉宾。以桃花坞的朋友们为主，就是毛血旺对我来说是每天下班后的闲聊，桃花坞是跟一群朋友们长久的相聚，所以他俩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都很珍惜桃花坞，因为我们你很难有一年20天我们能聚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。作为新的六五零家族，我想给六五零家族的粉丝们想说的话。家族粉，原来没有家族也没他们粉啊，原来六五零吗？这还叫六五零吧？这不管是企业还是家族，对我们爱国人的不体面。看到六五零大舞台，大家都心通善听黑话。你们觉得六五零家族的粉丝们哪些属性最多？都是事业粉，事业粉吧，都希望六五零做大做强。我们大家期待的六五零电台什么时候可以重磅回归呢？太锋利了，这个人，这个好难打呀！这个既然这么难打，咱们就不打了。没错，要不然这个问题。掉水里，我给救上，把这问题救上来。我仨先不救，这么多人掉水里，还救了个问题上来。桃花坞作为一个社交观察节目，我们总结了几个社交的治安技巧，想看六五零如何化解？太简单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说。准备度过一个美美的周末，带你的好朋友拜年三点，你说明天我们去出去玩吧。直接拒
绝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回他一个问号，或者不回了就行，他自己肯定也明白自己够离谱。但凡你稍微换个近点的地方，去一天回一天，到那睡一觉呗。两个人出门拍照，被他快门更新瞬间，小伙伴发现没带电池。我给他一个问号，就别跟这人处了，让他自己去新疆去，带好电池。工作比较慢，有点钱，有点苦，再加钱。回了三个问号，这不发生过吗？这个不就是我和王子淇做的那个铁锅炖吗？哎呦，没了！是想要高情商回复？我感觉越是那个回答的，比我命还苦。对，你们的反比我的命还苦，说不错，比我的命还苦。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乐迪也说，哇，你胖了。拉黑。没事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是说你也不瘦啊。出门聚会，所有的人都在偷玩手机，那不很正常吗？这样，我知道你什么星座。打破这个高级，打破钢铁一般沉默的。是得猫吗？这不是猫的。但这有时候我会，比如说，要是要我们四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他在玩手机，我就会说现在的。跟我跟你在一起，都是你玩的。添加喜剧、新歌、活动等等的反馈场，还加入视频的评论区。哎呀，这不是常态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经常吗？那咋的？这可开心了吧？那要如何办？干啥呀？不敢干。这四个字：抱头鼠窜。人家走快点吧，这玩意儿。你也不敢干，该干啥干呗。助理，我跟你讲，还有媒体呀、啊，搞得我们酸不拉几。这一期连那个标题都有了，老助理吗？太吓人了！这媒体太吓人了。四个人的小团体，发现另外三个人关系更好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是当我的个人问题呀、啊，这是。这个是问你了。啊。忍。忍着。忍到找到别的这个那个差事。王姐，你能找到别的工作？然后领导他们修铁路。当你用的时候被人说，应该是正常的吧？这个很严重，我要忽略你。你等到你的下一步，这事你想多了吧？这么想的事儿，咱就是折服的是对。咱就四个人围着，你想多了吧？最近天天问他自己心情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天天关心。首先，晚安，大小姐。二三，都知道，这是先说，就是让大小姐早点睡觉。出自，后边啊，还要说出自啊？这不是大小姐不是一个舞蹈吗？是个歌。对，连着歌加歌怎么唱呢？得分，我们看看，他咋就得分了？他就宠我吧。如果有四个人的关系，有两个人关系更好，你应该怎么处理？该等出的组合 ASMRB 晚安大小姐首歌的 MV， 这俩人作为搞笑网红艺人，这半糖的舞步和四人管家的装扮简直让人挪不开眼。我还跳了呢，我们跟那个黄明昊。亚比囧囧囧，哎，他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还没来得及举手。亚比囧囧囧，出自陈赫和邓超啊。我们看看啊。第一季第十一集，突然开车去游戏场地的路上，其他人在商量战术，邓超却突然原地卖萌了起来。超哥居然发明了一个这个卖萌词，得一分。这些问题，好，下一个厉害了啊！抱抱猫猫，3、2、1，这都不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虎豹的豹啊，豹豹子啊，我知道了，它是抱抱猫猫，就是抱抱猫，不对。应该像谐音抱抱猫。哎，谐音方向对了。我不就说那抱抱猫猫吗？抱抱猫猫。爸爸妈妈，哎，爸爸妈妈呀，爸爸妈妈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我能换一个出题的吧？这对着他嘴型在那说，抱抱猫猫原来就是爸爸妈妈的意思，之前一直以为这是大家 CP 的动物素，终究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啊！这个肯定都知道，偷感很重，谁能够演出来？这都还用演呢？这还用演呢？你们不演呀？咱都不用看讲解了，他这就是最好的那个解答。我看看什么呀？这个词也太简单了，硬控。嗯，那就不算了。硬控有点太简单了。嫡长龟，这你俩都知道？这我知道，就是在孟子义、沈月和李可欣，谁是你的嫡长龟？你选吧。谁是？下一题，快点。你是真知道啊，这词儿。下面是蛋蛋综合症，
啊，什么工作证？你没听到就去哪走呀？你至少听完题。来，小辣来解释一下。之前有个词就是形容一个人很淡，就对什么事儿都感觉淡淡的，淡淡综合症就是应该是对啥都很淡。对，应该对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。回答正确。下一个，木马体质。来，去上次解读一下。爱中毒啊，这人。啊，我把你梗抢了是吧 ？Sorry。这不咋好梗也不是那个木马，是放牧的木，木马体的都不会是吧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解答啊。我也不会。木马体质形容很容易放自己一马的人，压力有点大，就在美食上放自己一马，美美吃一顿，稍有困意就把书一扔，放自己一马，好好睡一觉。精力充满时有一万件事要去做，但实际行动上基本全用来跑马了。原来我是木马人啊，这挺好，这挺好。祝大家都能做木马人。网络爱情，爱是那个草字头的爱。哇哇哇！网络爱情，是不是那个爱做艾灸？那网络艾灸。网络爱情，来吧，我们看解读吧。这新型人类的东西我也不懂。网络爱情形容每天在评论区互相艾特的情况，这个笑死了，你快来看。哎呀，咱想复杂了，赶紧看看。下一个，这个我自带币的 R 人。R 哪个 R 啊 ？Forever 的那个最后那 R、哎。我这个我知道，我好像也看过。哎呦，我这个我昨天还看了的。好像是说介于 I 人和 E 人中间的。不是不是，那你说呀？我知道，我不说了吗？我这不想。那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是知道，非知道的。我是 R 人。你薛定谔的猫啊？哦，不对。来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 ，R 一人就是一个 rest 的人。下一个题啊，古希腊掌管什么的神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嗯，这都知道。那你们是不是分别是掌管什么的神？我是古希腊掌管动力学的神。我是古希腊掌管铁路的神。琴子是掌管 emo 的神。你的墙来了。你的墙来了。哪个墙啊？强大的强，我咋感觉出处是不是那个呀？倪大红老师演的那个？不是，我看过，是那个有个那个有，这有个小人，这个有个缝，你的墙过来，你这么过去。啥玩意儿？强大的墙？我们来看看吧，既然都不懂的话。你好，陈阿姨介绍的。你好，听陈阿姨说你很要强，也很自强。谢谢我，陈阿姨还说这个呀，要强的人会很累啊，这下好了，以前要强就要强，以后你不要再要强了。为什么以后不用要强了？你的墙来了。来，蛐蛐啥意思？蛐蛐我知道，背后说你坏话。啊，小声蛐蛐，你我们看看。在东北方言中，蛐蛐是形容很小声，怕别人听到不太好的话，一般指不能公开见不得人的坏话。啊，那就是小声蛐蛐你。千金淑女步啊，千金淑女步，我知道。步步有态度，树。对，来来来吧，咱们看正版吧。千金淑女步，树。步步有态度，树。千金淑女步，树。行，确实很有态度。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收工快乐。华五六五零真的做大做强了，汪苏泷官宣了六五零新团综，六五零也是正式有自己的节目了。之前导演看好萌奇奇的时候就说过能有团综，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大的综艺。六五零也可以。没想到先被我们六五零赶上了，请迅速录制，速速播出。如果用几个词语定义你们之间关系，你们会怎么说？这两略下来，这个是必须定义啊。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首先第一个，若即若离。哎呀，小辣来一个，小辣来一个。一副拼图，嗯，藕断丝连，一盘散子。啊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六五零天团，我是暖心 DJ 阿龙，我是暖心 DJ 阿胜，我是甜美 DJ 小辣。我是略心，显得我们极为愚蠢。是的，传卷儿。哎呦，我这老多问题了，快快快！好像口语我这样的写的时候这样。哎，我这还带小印章呢，我给你看看。哎呀，你快点答题吧！哎，小印章完了。首先，汪松最喜欢自己的一首歌曲，你们写的是哪个 ？A B， 我选的古怪。古怪。对，你看， A 来 A 选 A 的小星星，那个答一下。不对吗？因为我看咱那片段了，说你说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，咱三几个玩游戏的时候，咱四个玩那个就是问问题、手机炸弹的游戏，让哥哥说出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哥哥说小星星。啊，你看视频了，我看哥哥答案了。但其实都不是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就是没有最喜欢，只有更喜欢。对，因为很难说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，所以其实哪道答哪个都对。
李雪琴金句离别是第二浪漫的事，我记得是原段，我是能照搬出去。对，那不用了，哥呢？他说，现在的人的离别是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啊、离别之后的见面都是重逢，而重逢是这样最浪漫的。哦，那是地，那、哦、是地。李佳琦最近一次日落的时间。落泪。他李佳琦怎么日落？请你回答一下。我怎么日落？不是。我选 C， C 肯定不是一个。他在这些时候他又得哭，对，往往哭的，他天天晚上都得哭两到三次。我选 A， 因为我感觉李佳琦的眼泪只为六五零流。哦，不是，你六五零流也三个人。是，我也选的是 C。那这一次到底就是为啥了又？哪天？嗯，有一天有点喝多了。哎呦我禁不住落泪。徐志胜最常说的口头禅是我选是 B。 我也是 B。 B， 我也选的 B。 但是我想我发现他一个，他说这玩意儿，他老说这玩意儿。哦，是是是，这玩意儿大家选啥呀？这不得哥哥说了算吗？哥哥你希望主打。其实我们选的是一样的，我们一起说三二一。哎呀、啊、哎呀，没想到吧。我还搁这 D 呢。你选的啥呀？我选 D 呀、啊、D。 那你觉得是啥？不是，我寻思哥哥说啥就是啥，这因为他是希望。嗯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寻思我也没不知道哥哥希望，哥哥希望是温暖呢。哎呀，哥哥希望就是不要拍马屁，哥哥、啊、很难。哥哥想听真话了。但其实我最终想带大家是温暖。好，行，那咱就这么。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，但是我其实默默在做这个事儿。接下来就是简答题，每人回答一个啊。行。徐志胜，请回答六五零电台准入的门槛是怎么样的？哎呀，这得让六五零内部人说一下。哎哎，哥哥，大家不知道那个门槛外边都得说吗？站在门槛的人，哎，哥哥，让门槛说一下。来吧，门槛。六五零没有门槛，每一个人来都是六五零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还没进来？除了我，最近有一个瓜说六零私底下不会见面，确实，确实从来没见过面，这是第一次见。对，每个人分享一下自己最尴尬的时刻，或者是最高光的时刻，由烈心开始。好，我录节目里中最尴尬的瞬间，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呀、啊，现在有最尴尬，咱有尴尬过吗？咱们没啥尴尬。说分享高光也行，高光，高光啊！我觉得我的高光时刻是那个从那台阶上摔下去，对，老高光了，那个确实综艺史上罕见，那个是太高光了，下摔骨裂了那一把，我觉得挺高光。我感觉可能最尴尬的时刻，那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会有一点尴尬，就是那种陌生的时候、但很快又都熟了，我们就分到一个房间了。对、我最高光时刻就是跟鸟鸟一起战胜了派派跟那个人米打篮球、球那个。对对对、那为什么你没跟鸟鸟来录制呢？我最尴尬的瞬间就是和汪苏泷接梗。尴尬九分钟，新的尴尬九分钟，我们第三季的尴尬九分钟。这反正最让我心疼的人，最让咱心疼的人，徐志胜的假发片。确实，对，确实是、哎、那一幕非常始终呀，那一幕我都不知道是笑是不笑了。采访倩姐那个，我也印象挺深的、因为我们问她说你在《桃花坞》最开心时刻是哪一刻？他说这一刻，他六零，太心酸了。感觉他不在六零时候，你说他得过的是啥日子呀？给六零一个主题曲，哥哥，你选一个吧。哥哥你选一个吧。我推荐这个古怪。我觉得还是那个古怪挺像咱们。六零其实有主题曲，那个我不听。啊，对，我李佳琦，李佳琦每个人单曲我不听。没错，是我的单曲。请分享一下与六五零成员相处你最开心和最困扰的回忆。我最开心的回忆，你先来开心的，是我骨裂的时候，完了你们团建，那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个。我也是，那个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对，然后我当时还有个瞬间，就是那阵儿我们还买了个榴莲。对，然后那个我还没熟啊，熟榴莲。对，但是很棒啊！对，关键是那个榴莲不熟，大家都在那默默的吃，对，没一个人说。我太开心了，我那个，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高兴。最困扰是大家都太忙了，然后平时想约一顿饭太难了。对对，我给大家爆个料，今天是我们六零三建团三年以来首次私下吃饭，三位老师都太忙了。
哎呀，哎，大家都在各不知不不同的城市奔波。发光的，哎，行，你拼图，拼图，拼图，攒上，嗯，攒上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每个人在这个团队各自的担当，你们会觉得自己是怎样的担当？从各个你的团队从你，我是温暖担当，我是问号担当，我是电号担当，我是开会担当。对，行，我好开会，没事就组织开会。温暖担当是怎么给咱解释？是怎么个说法呢？因为我感觉哥哥会说他是温暖男人，你先抢。对，我不想让哥哥。那你觉得你和哥哥谁温暖？我温暖。好，下一个。在谈话过中认为彼此最浪漫的事儿。哎，这个我真的就感觉是那一段推低乐琴上坡的一段，对，是在其实最浪漫的事儿，整个一个那团建都是，对，攒了一天嘛，当时。那推我上坡，我格外浪漫。我哥哥对哥哥推的像洗澡了似的，满头大汗，就那个汗呢，是成水流往下淌的，都是。关键是哥哥还一直在那笑，那个场景特别吓人。说小时候推粪，对，长大推李雪琴，推李雪琴，那太好了，我太怀念那个时刻了。人生快乐哈、啊！对我都特别，就今这一季，我都特别希望我要不哪儿再鼓励一下。那你牺牲太快乐了，真的。逃跑里最漫长和最飞速的时刻。最漫长的时刻。最漫长的时刻。好像没有。没有最飞速。逃跑不会让人有那种很难熬的感觉。对。嗯、对。最飞速的时刻，我觉得最飞速的是那个，就是咱们那个半夜坐在一起聊天，对，那老飞速了，不然聊聊的就半夜两点了，两点了，两点了，再唠一个小时吧，一下四点了。嗯，最漫长的时刻就是咱们开会，开会写稿，想不出来，接着就是最飞速的时刻。如果有一些属于六五零电台的独特回忆，希望被铭记，你们觉得是哪一段？嗯。我想好金句了，你说，你说，你打点儿。六五零，你这行，天天都有好心情。我有不知道哪段被记住，但我希望这段被忘掉。这个金句不行啊，哥哥。哥哥，你来一个吧，哥哥，最后一题了，你一锤定音。如果说要选一段六五零电台要被记住的一个回忆的话，我希望是下一段，因为我希望六五零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。好，哥哥，你现在是温暖担当。好，泪目了，泪目了。小段最近一次流泪是刚刚，刚刚喝了。起起落落吧，其实三年来还真是经历不少事儿的。对，然后但是，就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很重要，就是谁这段时间可能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格外注重他。对对，我真的很温暖，太温暖了。确实，确实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发微信多，天天发微信贼多，天天唠，但是见不着面儿。那家伙大小事儿都会唠。对。哥哥们，哥哥姐们，新美甲已经做上了。哥哥的头我都得分享。哥哥这个头从开始染到后来对，全程直播来的，开了个三小时的直播。我从你来哭的最惨的一次，就来学校。对，怪我。你说你鞋带开了，你就系上呗。没道理的。但是徐正不会系鞋带，确实是。咋不会系鞋带？你真不会系鞋带，你真不会系鞋带，你那系鞋带一般不行。你他系鞋带方法跟咱又一样。但我告诉你，他就因为这系鞋带，所以他学会了比我们正常人更快速的系鞋带。我们跟正常人得这样，他是有两步系鞋带，他是对对，唰唰的，对，就那个最快呀。这故事更感人了，变得，嗯。哥哥，你再哭一下，我这回就。我会说，我会在群里说，我说我 emo 了。对，其实都会说吧，大家。其实哥哥不太会。其实，在我们群里，我们不太 care 别人说我们什么坏话什么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在群里老说别人坏话。那群呐、啊，千万不能被发现的。那也是那种，我那不管干啥，我都得先把群删了。
就是跪倒之前重要，打开六五零都不行。这六五零学员一打开，哎呀妈呀！没有，其实就是很温暖一点，就是大家有什么负能量就发在里边，然后大家就安慰。真的，对对。当然，有时候发里边也没人理解，对，也没有可能会得到一些风凉话。对，过两个小时后都问怎么了，我好了。看完那个演唱会，我才发现六五零确实拖哥哥后腿。开完之后连问三个问题，老好奇了那家伙。哎呦，你把这三个问题说啊！第一个问题问哥哥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着急忙慌，就不想象不到后面是啥样。好真实，对，就可好奇了。完第二个问题能问哥在台上能看得到下面，对，还是一片黑，全是荧光棒，还有个啥来着？他说哥哥晚上会不会兴奋的睡不着？对对对。因为我寻思那俩在唱在台上唱歌的老对，因为小辣说我都兴奋的睡不着了。对，最好要的是哥哥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二三挨个回答，挨个回答，会挺忙的，完了看不着。最值得学习的优势，嗯，辣姐，嗯，辣姐那个啥。那个我怎么形容？真难憋的。我想说，辣姐就是那个想得开，但我看像你刚才又说自己 emo， 我看矛盾了。他想的，他想的可不开。就是你要不说我妈想得开，我是得想得开。你是想得开，不是辣姐就是很有活力，很有能量。我是感觉很对，就能给人带来那种你一接近他就能感觉到那种快乐的能量。满满的正能量。是，确实。让你到你夸我，谁让你确实的？那个雪琴就是他身上的这种智慧，当然这个想学也学不来了，但是你会就是有些事儿你就想问他。嗯嗯，对，他能够我看见了就回，没问题。对，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让你换位思考，老问，对，嗯，回答不上。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心目中票选第一，就是最心目中最佳男友就是许志胜。哎，哥哥，你可别给我说这个。确实，我觉得他确实就是，我觉得情绪稳定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就是太有魅力了。嗯，哥哥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哥哥收放自如这一块，就确实我们都需要学习。因为他跟沉稳的人在一块，他就很沉稳；他跟活泼的人在一块，他就会变得更活泼。他就整个的情绪的转换，带给不同人身边都是很温暖的感觉。就是我们的温暖 DJ 阿龙，好了，结束吧这一段。李雪琪来回答啊，没有。但我们还是期待会有团综。招冠名招这一块，招商电话打到这儿。还有礼物啊，六礼啊，我代表六礼。哦，哎呦，我先给忘他。哦，哇，这事儿呢？哇，哎呦，哇，你再问两个问题，你再问两个。我们再好好把刚刚问题答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这太用心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太用心了。而且好多上面好多金句啊。又泪目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